继续启航，走着。今天白天开车，现在12:20，大广高速公路开封黄河大桥呀，这黄河了，哪有黄河呀？这黄河大桥，黄河呢？这儿呢？哦，7000多，这是黄河，是不是？这一片是黄河呀，都全种了地了。河南也是种植大省啊，是不是后来开垦的呀？把地全给种上了，黄河就很小。看看黄河大桥，结果就这么点水。哇，这个人多。还有休息客房呢。服务区人太多了，不下去。昨天我还一个一个的服务区都下去看一眼，不行，今天白天跑车太多了，我只打算路过一下子，得了就不下去，能不下去就不下去了。出门以来最破的一段高速，兰南高速，没有谁了，这家伙咯咯楞楞咯咯楞楞的，一直在跳。速度根本起不来，开这路真难受，心情烦躁。叫雁翎服务区吗？雁翎吗？雁。雁翎。嗯。现在讲话。是，它那拼音，你看，你能看到下边拼音。哦。你怎么都认识？嘿嘿嘿。河南这边一点一点暖和了，往南走，这个。麦子地里头有好多都已经浇地的了，河南这边打药好多好多啊，打农药啊，浇地的都有了，真是暖和了。我开着天窗，我就穿一件衣服我都热，在北京现在都达不到这温度呢，在崇礼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儿绝对给你冻高烧45度。停岭山服务区喽，平顶山在河南挺出名的哈。嗯，平顶山服务区不算大，这大直马路跟内蒙的路似的，倍儿宽倍儿直，上下起伏，跑这种路特别爽，也特别容易犯困，哈哈。但是现在倍儿精神，今天睡到了，今天睡到了早晨10点多才醒，碰到一段大直路，倍儿地道，定速巡航80，太快了，踩到底儿都不行，起不来。太阳又要落山了，马上到方城服务区。这服务区有点远，服务区6-70公里。又到方城服务区了。南阳停车区，不是服务区。停车区就小。嗯。就是，应该有加油的。有厕所，吃饭啥的够呛了，看了吗？哎呀，是不是？真是，嗯。汽修浇猪加水什么意思？浇猪是啥意思？不知道。哎，在落日真漂亮，高速上跑着，日头落下来了。今天努把力，打算贯穿湖北省。今天多开一点，不想在湖北休息了。今天有可能得到凌晨1-2点钟才能穿过湖北省了，继续前行。看我的行车记录仪，我一说我要拍照，他就来一张，多方便，拍那小日头的照片。再来一张，我要拍照。能不能听到声音？嘎噔儿，他就来一张。